的行销台湾原住民族部落旅游以及文创产业，原委会率同部落旅游与文创业者前往纽西兰举行部落旅游推介会，介绍原住民族部落的人文之美，并期待能带领国外游客体验台湾原住民族部落的生活。会率领的部落旅游推介会，成员身穿原住民族传统服饰，向与会贵宾们献唱迎宾曲，让现场扬起喜乐的氛围。为了推广行销台湾原住民族部落旅游及文创产业，原委会率团来到纽西兰，以周族语乌塔内后咪咪咪又欢迎大家到台湾的部落体验漫游的生活。推介会领队王美平表示，台湾目前共有16个原住民族群，743个部落，约55万的原住民人口，因此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资源以及多元的文化艺术。来自不同部落的原住民族代表也向在场来宾一一介绍各地区部落的名胜景点和特产，像是185线沿山公路可以到山地门太武部落和垦丁体验太武的有机咖啡豆，还有屏东牡丹乡东园部落有相当特别的水上草原与狩猎文化。来自东园的沙鲁还特别介绍他身上所穿着的排湾族服饰，头上帽子装饰的山猪獠牙正是猎人骄傲的象征。曾经担任过纽西兰毛利党党魁的夏普士博士也受邀来到会场，他表示台湾原住民是毛利人最亲近的家人朋友，日后有机会一定会拜访台湾，并献唱了一首毛利民谣。And the answer is through love and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we will be united. Today because of the ancestral links between the Māori here in New Zealand and our Salikaka, our Taiwanese cousins, our whanaunga in Taiwan, mos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there. But also I work for Ngāti Pātua or Kaikoura, a Māori tribal group to the north of Auckland. We're developing our own cultural tourism offerings, and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me to see how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looking to create visitor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ir indigenous culture. 会中还有来自象鼻部落的人间国宝工艺师尤马达路，穿着一袭由苎麻与羊毛合织的外套，介绍苎麻产业。这个原本已经消失60年的工艺，在尤马达路30年的努力下重新寻回，不止材质相当亲环境，也相当适合与纽西兰羊毛做搭配，兼具保暖与透气的功能。希望能寻求与纽西兰业者合作的机会。当天驻奥克兰办事处长周中兴也特别到场，表达对活动的支持，并希望透过这次行销活动促进台纽双方经贸关系和交流。台湾电视池玉文，纽西兰奥克兰采访报道。